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与远程功能制动的通讯丢失，这意味着什么？这是适用于大多数 OBD2 车辆制造商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该代码表示车辆上的远程功能执行器 RFA 和其他控制模块未相互通信。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或简称为 CAN 总线。这些模块通过网络相互通信，就像您在家中或工作中的网络一样。车辆制造商使用几种网络系统。在2004年之前，更常见并非全部包含的模块间通信系统是串行通信接口或 CJ1850 或 PCI 总线和克莱斯勒碰撞检测或 CCD。2004年之后使用的最常见系统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或简称为 CAN 总线。2004年之前也用于一小部分车辆。没有此 CAN 总线，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会或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远程功能驱动 RFA 通常位于仪表板后面，车辆的两侧，也可以安装在中央控制台甚至主配电中心内。它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的输入，有些直接连接到它，而大多数则通过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通过总线通信系统发送。这些输入允许模块控制车辆上当前不受其他系统控制的任何远程操作设备的制动，这使制造商能够诊断和排除这些经常被忽略添加的系统。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制造商、通信系统的类型、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代码严重性和症状。在这种情况下，严重性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严重，这取决于要监视的设备。如果完全发生电器手动故障，制造商可能提供了手动解决方法。缺乏 RFA 的操作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影响车辆的操作。U0214 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RFA 无法启动、无法工作。原因，通常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在 CAN 总线的加或电路中断开。CAN 总线电路中的电源或接地短路。RFA 模块无电源或接地。很少控制模块故障。诊断和维修程序。开始进行所有电器诊断的一个好地方是检查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 TSB。您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本领域其他人所知道的。制造商可能已经推出了已知的修复程序，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假设此时您可以使用代码读取器，因为到目前为止您已经能够访问代码，查看是否存在与总线通讯有关或与电池、点火有关的其他诊断故障代码。如果是这样，则应首先对其进行诊断，因为如果在彻底诊断和修复任何基本代码之前诊断 U0214 代码，就会发生误诊。如果您从其他模块获得的唯一代码是 U0214， 请尝试访问 RFA。如果可以从 RFA 访问代码，则 U0214 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如果无法访问 RFA， 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 U0214 代码处于活动状态，现在问题就在那里。最常见的故障是电路故障，它会导致远程功能启动的电源或接地丢失。检查为该车辆的 RFA 模块加电的所有保险丝。检查 RFA 的所有理由。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如有必要，请取下它们，用一把小钢丝刷和小苏打水溶液清洗，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的每一个。如果进行了维修，请清除所有将故障代码设置在内存中的模块的诊断故障代码，然后查看您现在是否可以与 RFA 模块通信。如果与 RFA 重新建立通信，则保险丝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如果返回代码或仍无法通过该模块建立通信，请在车辆上找到 CAN 总线通信连接。最重要的是，通常在车辆两侧的破折号后方的 RFA 连接器，也可以安装在中央控制台甚至主配电中心内。在拔下 RFA 的连接器之前，请断开电池负极电缆。找到后，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寻找刮擦、摩擦、裸线、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拉开连接器，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金属零件，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到 RFA 之前，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您将需要使用数字伏特表 DVOM 验证 RFA 处是否有电源和接地。可以访问接线图，并确定主电源和接地进入 RFA 的位置。在继续操作之前，请重新连接电池，而 RFA 仍未连接。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 RFA 连接器中的每个 B 加电池电压电源，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如果不确定，电池负极始终可用。您应该会看到电池电压的读数，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极 B 加，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再一次，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如果不是，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接下来，检查两个通信电路，找到 CAN C 加或 HSCAN 加电路和 CAN C 或 HSCAN 电路。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接地，将红色引线连接到 CAN C 加。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您应该会看到约 2.6 伏特的电压并略有波动。接下来，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 CAN C 电路。您应该会看到大约 2.4 伏，并且会稍微波动。其他制造商显示的 CAN C 电压约为 0.5 伏，并且发动机开关键的波动。检查制造商的规格。如果所有测试均已通过且仍无法进行通信，或者您无法清除 U0214 故障代码，则剩下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因为这将表明 RFA 失败。这些 RFA 中的大多数必须已编程或已针对要正确安装的车辆进行了校准。